李子兄弟干的怎么样？太舒服了。短面前以后，你早上洗完脸，就是屁股特感觉特别光光啊。光光啊，一看都亮了。嗯。年轻，原来就感觉。但你本身年轻，你显得不大。我当时以为你是个90后了，结果你是82年的。好了，感谢你的关注。好。